我们里边，好、哦，所以讲也是讲，咱爱先了解咱家己的角色，咱家己的特色。所以咱首先先来明白讲，哎，啥物是地王的地主？因为咱的题目是徛讲地王的地主，为什么咱要来生转人？吼、哦，要来度人。所以咱来先理解，啥物是地王的地主？各位姐妹，啊、哦，啥物是地王的地主？可能咱心中各有答案，啊、哦，啊，伫咱书中者的，这个心理提示这本册内底吼，把咱地王地主，把咱诠释了，解说了真清楚，啊、哦，所以地王的地主是啥物？是啥物人？是地王的地主啦，吼、哦。当然，当咱来记得到学得了，豆豆咱就会当去理解。到达咱会当去来清楚，吼、哦。今仔日咱即期，咱来就着咱甲第几期啊？第三期啦吼。啊，第三期是啥物期？地阳期了，吼、哦。那过去哦，咱讲哎呦，即、這个地主看到即个地主，咱就想讲，哎、欸，咱若看武装的戏啊吼，你若去少林寺学功夫，吼、哦，阿爷，人讲你是啥？少林地主呢？啊，天龙八部咱有咧看无？以前吼、哦，咱好像吼爱看迄个武侠小说啦，还是讲武侠的电影吼。你若去峨眉山吼、哦、拜师学艺，人甲你讲啥？你是峨眉弟子呢？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咱伫咱正常个，咱较听下了讲，我是佛教咧学习，咱会讲我是佛门弟子。那恁这个地王的地主呢？咱今仔若无经过求道、学道，伊真正呢，咱袂清楚。所以当咱来求道、学道了后，咱才知影讲，我伫咱即期来到见到一个现文，来到咱地王期的时代，咱是地王期内底咱求道，咱就是算啥地王地主的一员。所以。这个答案揭晓了哈，那阿咱就清楚讲，我阿进你家讲的白龙地主，实际上你我伊拢是啦哈，对于在座咱到阿未听到，无吧？啊，拢听到啦嘛，所以在座注意要好哈，咱进的身份啊，咱拢是啥？将着咱进白龙旗燕舞的一个书信，所以咱来求得咱进你我的身份拢是同等，咱不是算得上白龙的地主。啊，如果咱若要较清楚，咱大家当地的，咱去也看咱师尊做的一本《县吏地志》，吼，迄内底把咱写得够清楚啦，吼。那再来，咱来思考一下。今仔日咱会做一个白羊的地主，是啥物种因缘把咱牵成的？我若讲要做啥物代志，拢有一个因为所以。好，今仔日我会来做白羊的地主，一定有一个因缘啊。所以有人讲，哦，莫名其妙，哦，我嘛无法度人去预知讲，我有一天哦会成为白羊的地主呢。所以这个莫名其妙，学到了，咱才知影讲无变奇妙。一个哟，它个中的意思在哪里？所以这内底有牵扯上有某一种的意念，所以我后来去懂了。我要去度这个先生哦，比如安尼讲，这个先生让我度三拜四拜，无爱，我的姻缘还袂到诶。边仔一个朋友哦，出声哦，啊，伊毋是我会当来呢，啊，互我心内两个心哦，哦，真正有莫名其妙诶姻缘伫因呢，因为有心栽花花不开呀、啊，啊，无心插柳嘞，柳成荫。咱好得家己，咱多用一个浅显，哦，伊真拢对伫咱经理的边哦。只要经理若讲要出国，哦，欠人才，伊要第二句话哦，拢配合。
里面哦，就是像我今麦讲报业姑娘来成为一个培养的地主，啊，当时拢伫公司哦。那伊的因素哦，要去报哦，别人来去报咯。伊伫边啊哦，人都多伊哦，哦，但是伊伫边啊哦，讲啊，恁要拜拜哦，啊，我会当对来咧，哦，因的意思讲，即个捡到的哦，拢无开钱较多。买酒他讲，哦，伊介头吼，伊感受讲，哎，伊今仔日来金德有点想不清楚那个原因，有淡薄啊莫名其妙。但是道理安尼研究落来，咱才知影讲，这中间绝对有无形的因缘在甲咱牵引，哦。所以咱地仙公大仙唔透甲咱讲。讲咱即世咱来求道，是因为咱过去有修三世。咱即世咱从讲伊安尼，求得到，咱阁愿意来佛堂听法会，哦，来帮班也好，坐遐听班也好，即爱几世因缘，爱修五世呢。所以咱过去的人讲好，遮严重吼，安尼我毋着三生有缘，五世有修。天定的，再来再进一步，看看咱周边的情形，或者咱家己，若听到道场有要举办活动，啊，咱实在无啥有时间哦，咱搁有决心，咱要去切时间，哦，咱要来办办，咱要来参与，哦，所以讲这爱啥，这爱有七世哦，所以讲住佛堂，无一定就是讲带入佛堂的人员。只要佛堂有大小的活动，咱拢发心，愿意来扶持，愿意来帮忙，哎，这爱七世呢，真诶呢，爱修七世呢，过来呢，咱哦，在座诸位可能有浅显嘛，已经达到个亲口，咱七世要达到个亲口，亲口可以鼓励，不可以勉强，因为要达到个亲口。爱啥爱有修十世因缘，所以伫这个过程中吼，咱来了解，落来咱人世间足侪人事物，互咱拍碎着环境，有当时会互你感觉莫名其妙啊，哦。但是咱爱清楚哦，就像地仙公大仙甲咱讲的，迄过去是拢有因缘，该是你的逃不掉。啊，若不该是你的呢，强求不来。哦，所以各位，今仔日哦，咱真正爱哦，以着欢喜的心，以着真欢喜接受的心态，咱过去就是有修。即世咱阁继续，咱过去修无完的功课，哦，咱大家阁再接再厉，哦。所以讲，咱来把这个思想的一面，哦，一面。事实讲，人生是作无常，忙进咱有遮好个姻缘通修办，哦，啊，咱拢感觉想讲，啊，迄足难个，要像恁安尼吼，足难个呐，啊，无咱会推嘛吼，哎呦，佫足无用个呀。所以人个病先讲，大先甲人讲，不要说难，忙讲困难，哦，也不要说难，忙讲你足无用，说难说忙。难躲无常，哦，这句话讲了太好。因为花无百日好，哦，花无百日人，人无千日好。所以人哦，拢唔惊失败，上惊万一。当咱真好的时阵，你拢唔知影，当时无常来到咱的身边。啊，咱网课说讲，哦，真地方平板足济个哦，我即班无入，我阁后班。我讲是嘞，本来才要放一块影，但互我感受讲吼，咱来讲一个是嘞。咱后个单位前年有一个昆德哦，姓陈，啊，这个昆德吼，那是达到个前头，啊，伊咱因为咱后个昆德遐，拢一个月内底从今仔日吼，开会班咱是早上，哦，九点到十二。每一个月拜六，哦，
差不多月底迄个时间吼，拜六日阁有一班的新传，那我哈拄啊好伫前年，这个同修吼，伊要出代志的进展。啊，拄啊好哈，比如讲啊，这个拜六日有班，啊好哈拄啊去咱大林姑遐。啊！伊也拄啊去伫我大娘姑遐咧开讲，啊，互我伫诊所甲提醒，甲讲吼，陈太太，啊，咱哦，迄个拜六日明仔日有班哦，伊就甲互我讲，哎呦，当初啊，我请假一下，我共因咧游览，啊，我即个月哦来游览，我后个月拜六哦，我较来值班，啊，当然哈，咱就想讲好啊。啊，人去到钱啊，到去啊，那后续就讲，安尼好啦，你就买油蛋，你就去油蛋，唔知影吼，伊拜五知安尼甲阮讲，拜五下晡差不多五点外，我接到伊哩组的组长的电话，甲何克讲，这个陈太太下晡去甲朋友吼，像咱即马挂车啊了，啊讲拢啊腰腿臭。啊，所以是去跟朋友斗三工的尔，因为你的朋友明天才要兼做一半去游览，啊，所以伊就去甲帮忙，不是哄请的哦。那了吼，他了到感觉讲，人怪怪，伊就跟朋友讲，我安尼感觉心情无太爽快，啊，我要同他休息。啊，当然啦，你也是来做工的，也是哄请的哦。朋友就甲讲好，啊，你也要转，我感觉来行较慢的，伊是骑机车伫西庄，哇！所以机车骑上哦，迄西庄，迄个门出来，迄有迄细条巷仔，巷仔边啊吼有迄水沟，啊，所以路无解大条，好多摆搭入去，啊，车辆可能歹去，唔知安怎去啊？你问我，我要问谁？大人只有天晓得，咱讲的无人知影，一搭糊涂啊！行，不知怎行，去台湖倒摆，倒去了，伊个人倒，去台湖倒摆，落尾水沟是徛起来，在那伫水沟内底一面是伫顶悬，安怎笑的？咱要甲抱的安尼，可能有困难。人倒伫边啊，后尾啊去伊个，伊个安尼伊倒去了。就再见了呢，就无呼吸啊呢。人家叫救护车来，救护车的人员讲，这无生命迹象，这不是送病，这爱吼叫重医车来处理，也是要送去吼殡仪馆。所以因祖囝吼，因事后咱有哪有去殡仪馆？因祖囝讲莫名其妙，我妈妈身体70岁。身体检查拢无红字的，嘛无所谓的三高，迄人身体有够重视养生，这个陈太太足重视养生，伊讲咱寿星全靠的人嘛爱食身体好，人较会认为咱食寿星好，所以真少咧食啥物油油炸炸的吼，做只是足养生，嘛足重视运动。照你讲，若无意外，这个人要食到80、90，绝对无问题。但是一场的意外，敢那迄个火车头啊，只吼有小可，社会可能有报到，迄涂骹点啊，有小可有裂伤，有迄个，吼，当咱买着伤安尼啦，其他拢 OK。买啊，无法度嘛，医生啊，要安怎开？就开啥？开心脏麻痹。啊，这边哪讲？袂晓讲。连年纪轻的家属嘛，我袂晓讲。所以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讲，咱唔通讲，咱今仔日咱有这个班通互咱参与，其实咱拢要把握当下。尤其咱今仔日学习的人，咱更加爱。请假，咱更加爱吼觉醒。咱拢唔知影明仔载要先到还是无上先到，
但是咱会当做的就是讲，咱爱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爱好啊来珍惜里面，爱好啊来积极修办。所以首先，咱就是按把握着这个思想的一面，不要等到那一天来临，世间无卖一条药啊，叫做后悔药啊。那再来，咱就是爱辨别家己的思想。不以咱够清楚，不以咱够辨别，咱来到人世间，咱的思想是对。咱先来了解。什么叫做思念？什么叫做思念？咱科学的观察，思念就是讲重大责任也是任务。今仔不是讲哦，咱国家派一个大使去别个国家去，伊才有思念呢。咱今仔咱身为一个人。咱大家拢有咱来到人世间的责任甲任务，所以咱人若要来求道、学道、佛学啊，会依着我家己的理念讲，咱人来人世间真正是来吃、坐、困、吃老当，总要到那一天。但是哦，来学道了，咱较清楚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来到人世间。咱个人有个人的角色，咱个人有个人的使命，咱来去完成。啊，好啊，看一个典故，叫咱做分享。这个寓言故事吼，我感觉很真有启发性。伊就讲吼，有一天，上帝吼，大仙吼，做一只鱼，伊甲鱼讲。牛啊牛啊！我给你50年的退休，你落去人世间，你爱替人吼犁田啊！啊来吼，你搁有使命，你的牛的奶啊吼爱予人吃。啊，你落去人世间吼，你袂当无袂吃哦。我使你草，所以牛是吃草的。过去的牛跟牛吼，那个牛是在在替咱人吼犁田的，啊，乳牛呢，伊嘛是食草，但是原因就是供应给咱人类，给咱人吃。这只牛讲上帝慈悲哦，啊，我落的吼，得搁共犁田，得搁米用吃，哪呢哦，较辛苦，我哪会当食草尔？上帝慈悲哦，安尼吼。我20年就好，30年吼，盈利，吼上帝慈悲的，伊讲哦，我安尼讲啊，合理，哦，讲好，安尼第一天上帝做一只牛，过来吼，哎，上帝来做一只狗，伊甲狗讲，狗啊狗啊，互你来人世间吼。啊！你落去人世间吼，你有一个使命，你就是爱度人开心，哦、所以你卖搞，拢咧让咱欢喜的呢。捌看过来搞咧表演无？搞骑脚踏车，搞个跳火圈，哦、真正拢有这个表演咧，让咱度咱人开心。啊，上帝来讲，哦，啊你哦，落去人世间吼，真辛苦。哦，啊，我吼树立金蕉，所以狗是食，不是食草的哦。狗是食金蕉，哦。那上帝来讲，啊，狗啊狗啊，我吼有能互你吼，哎，30年的这个，的这个岁数，狗讲唔通吼，吼安尼辛苦啊，哦，安尼哦，我落来人世间吼，啊无吼，我吼迄落20年就好。伊讲要学教30年，教来讲嘛，唔通安尼我20年就好，我10年，哦，啊上帝就讲好啦，上帝是慈悲的呢，哦，伊讲好，即马落来，我做一只狗，哦，做一只狗了，哦，啊
啊，即卖上面就来讲，到啊，你落去凭世间的使命，我唔管你是趴个、坐个、徛个，你就是爱替人过厝、过门槛，哦，啊，你哦爱食人食剩的物件，所以吼、哦，咱以前的到，那照安尼来讲，唔是吼、哦，给他骨头吃，唔是食补饲料的，真正是食咱人食剩的物件。那上帝甲伊讲，安尼吼，我予你25年，直接到讲，哦，安尼辛辛苦啊，唔管起来拍个吼，坐个拢爱过门槛，哦，啊，着要食人剩诶物件，上帝慈悲，安尼我15年就好，哦，上帝甲讲安尼好，安尼吼，搁予你吼。15年的这个寿命，到尾也讲吼，上帝讲安排做一个咱人，做咱人了，上帝就讲，人啊人啊，我派你来人世间，啊你吼的使命是为啥？食做佚佗，无无食佚佗吼困，安尼吼，啊我予你20年的寿命。那么咱人就讲，抗议呢？哦吼，遮拢是抗议要活较少，咱人抗议食真少。所以哦，咱讲哦，上崇高怪哦是咱人，咱人崇高怪是天怪。所以哦，咱人就抗议啊，上帝慈悲哦，互我咧人世间，干那食、佚佗、睏，迄20年真少啦。头前那三个动物过来，过收拢无啊！上帝就讲好啊，哦，你着咧爱哦，吼，那就好哩。所以啊，看咱人哦，哦，咱讲吼，年少不知愁，哦，今年囡仔吼，咱看来到咱这个时代，咱以前啊，较哦较有话吼，咱的前线同修，咱以前的时代，要读册，他继续升学；，唔爱读册，爱出来社会去学嘅。有的人国中读毕业，若搁较老下水，国小读毕业，就去从做工啊，赚钱啊。但是这个囡仔，我较聪明个大学生，读了搁要读研究所，下下学出来几岁啊？哦，20-30岁啊，对。所以咱进人，讲到咱进社会，哦，这是社会的一个哦变迁嘛，哦，来到咱这个时阵，下下袂下，咱拢互囡仔上好。大家要找头路，较好找，哦。所以，咱人对一岁到20岁，少年，哦，年轻，唔知啥物事叫做艰苦。当咱读册毕业了，开始打拼，20几岁，互咱超越，互你赚钱，学不辛苦，辛苦前30年，20岁了，搁加这个30。第20到50这趴，哎，咱人累得像一头牛，为了什么在累？为了名利，爱拼无？爱拼，大家拼到平平喘。咱若靠当哦，拢好有累无？啊，有的哦，扛不累，抱怨讲吼，人生较遮艰苦啦。咱遐有哩三种拼到。啊，真诶哦，因为啥？咱那这个故事咧，甲咱讲，哎，咱家己过来自讨苦吃，哦，所以无诶人生。过落来咧，等到咱50岁过，渐渐啊，有诶，那囡仔较紧哦，嫁娶咧，哦，即足侪少年阿公阿妈，拢加入骗孙诶行列，莫讲骗啊，顾孙啊。哦，即卖孙仔是用骗的啊！啊，以前的咱吼，囡仔若讲较戆，你信不信讲？咱以前的囡仔做单纯，是大人讲安那，所以咱不敢说好。啊，即卖来骗孙仔吼，年轻咯，你爱讲囡仔出去咧看，年轻的阿妈阿公，大有人在。结果你啊看伊咧骗孙，咧顾孙，下拢倒。好孙开心嘞，有无？孙仔若无欢喜，囡仔表演一套好看嘞。啊，迄落人生，
的亲情到人生，哦，有无？啊，咱有些叫另一半吼，迄有诶人无要甲叫好吼，另一半若拍话，拢讲阮家有一只老，我要当咱主管个只，吼，真大只，无介好听，但是咱细小有当些都乱来安尼讲，吼，啊，再落来若拍话，吼，来到七十岁，吼，身体若勇健没问题。咱的第二代要出国，招恁爸爸妈妈，咱来外口行行。啊，人吼身体较无勇健嘞，人讲八十不留餐，哎，七十不留餐，八十不留宿。然后看年岁吼，哎，袂足惊嘞。唔敢来老二，你老人家大嘞，拢惊哪一个无细字去安葬伊嘛吼？那赔不起。所以讲，到尾咱人的人生，咱的使命，咱若无来求道、学道、修道，咱若无干哦，其实咱人一生就是伫遮，做人的人生，做到人生，做到人生，拢是咱人生的一大写照。所以，今仔种庆幸的呢，咱今仔有来求道、来学道，我也有体会吼。救到前的使命观，其实救到前，咱因为咱无了解真理，所以咱的使命观吼，拢放伫一个点，放伫对，放伫我，一切为我个人来计较，来比较，来判定，来努力，所以为着这个我，咱会伫茫茫当中度过，但是求得后哦，咱的使命观，何法感受？以前无求得，咱看到拢点尔，一个点，就是讲交我有关系。但是咱若求得的道理合了，有伫咱的心中产生作用了，咱的点不是可能消我。咱也可能上，可能大学，所以求道后的使命观吼，咱就会改变，咱就会去找出吼，人生真正咱来到世间，咱的使命是伫啥物所在？咱的用心点的无同，所以讲伫这个过程中啊吼，今仔日，咱来前测，咱。即件吼，咱下当做一个白羊的地主，咱来了解。较早修行，伊一个愿文是甲咱家己修好好就好嘛，叫做独善其身。咱修到上千公里、八百个万，咱就当圆满上天的暗插仙女，吼、哦，甲道通了啦。咱唔免参像即卖的，咱即卖修行的一个愿运吼。就是爱去啥，爱去度人，爱去宣传人，修好咱家己正气，后壁咱啊去成人，爱去化人，这叫做扬善天派。所以咱自己，咱的使命，唔是讲我家己修好好就好，哦，咱在骑，咱像咱咧骑车吼，爱双双面，爱双管齐下。所以，伫咱道场，甚物一个白话地主，我们的使命，咱是不止把自己修好，管好自己，咱爱要去时时爱去做度人、宣传人的工作，这是咱真的一个使命啦吼。所以，咱始终把咱讲甲足好，吼。咱这讲话好，咱始终甲咱讲，咱真的使命，咱爱清楚，论先天，论现世。师尊甲咱讲，恁的责任是咱的使命嘛，是要度尽众生，要返本还愿，互众生会当超生了死，返回人间。啊，若论伫何天呢？论伫人世呢？咱的使命，咱的责任是要创啥？完成世界大同，世界要大同，对咱家己做起，
善心心爱善行道。哦，安尼咱才会当真正修身。过来，咱来交咱的家人合作，咱交咱的家人理念合作，咱才有当合作较济个。后壁咱才会当吼真正去自我平衡下，吼去度外口的人。所以度人先端啊，闹一个程序嘛吼。那个啊，好，咱讲着度人先端人的一个意义。咱做啥物代志，一定爱抓出伊个核心的，伊个意义伫啥物所在？咱今仔日去上班，毋是因为我做爱上班呢，是因为我要创啥？赚钱呀！哦，啊，今仔日嘞，咱为虾米要来度人修转啊？管理团队，咱嘛是爱先理解，爱去了解，就讲迄个意义点在啥物所在吼。所以先清楚，度人是啥物意思？哦，度人是啥物意思？那无进入到度人，咱嘛无了解什么是度人。所以，咱甲看度。度人的度有三点水，这个练度，啊，这个也是度，好、哦。但是恁两个有无同款的所在哦？度人，你都无用这个度，你就是用三点水的度。所以这边个区别，吼、哦，我甲查看了解了，讲，哎，粗度微米度，吼、哦。这个无三点水的度是指时间呢？哦，啊，这个三点水的度，伊是指空间呢？时间、空间有无同款的点？哦，所以咱今仔讲，哎，伫只吼，即岸要到 B 岸吼，即个。河流，这个河流当中，咱要过，爱啥？渡河爱啥？爱坐船啊！所以渡船、渡河，拢是这个渡。啊，咱来讲吼，是这种海过。哇，渡日如年，哦，渡日，通想咩？哦，过渡一年安尼哦。所以海过是指讲过一年，通想咩？过一年，是这个渡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哦，度人，咱拢时常要听到讲，哎，不度有缘人，哪个度？也是爱这个度，哦，三两水的度。啊，是你是要不要度有缘人？伊的意义就对，就是要甲咱众生度到成佛。啊，咱道场吼，咱的道人吼，咱知影讲啊，咱嘛是有人道来道场求道的人，吼、哦，就是爱透过因师吼，甲咱引进，引进来咱来道，咱来互动，吼、哦，来立愿，来求道。啊，伊的主旨、主旨点，嘛是要甲咱有，毋捌一个啥无缘的众生，甲咱道家讲，哎，咱就是开悟，吼、哦。愿意学修教法行，所以讲啊，伫咱要做观音有一句吼，讲迷时师道，悟时自度。伫咱过去吼，咱要做得到咱五祖的这个道了，但是咱五祖吼，惊不留离这个所在的危险，所以咱五祖先停摆啊。渡船嘛，吼，伊要渡这个河，先提白啊，提这个船，互咱六祖坐。咱六祖吼，再甲咱五祖讲一句，讲该是伊提白啊。因为伊伫提白的时阵，伊还未得到道的境界，是爱靠咱五祖来传道，互伊来来指点，互伊当得道。但是当伊得到道，心已经悟了。伊就爱啥自度自修啊，所以有这个意思的存在啦吼。
那热爱呢？哦，咱大人，大人就是讲带人，哦，招人来扩大求道。啊，意义里底，主旨点里底，不是拜拜尔，啊，咱重点就是要救度人的灵性，会当出离苦海。所以咱的师尊吼，有甲咱讲，今仔咱救人，咱度人就是救人离苦海，迄是一件功德。而且讲咱度人有十分的功德。所以咱师尊给咱信心，甲咱讲，今仔咱度人毋是咧欺骗大家哦。咱灵观，因宝书灵观内底吼，咱着真清楚。咱无恐慌人的钱财哦，哦，所以咱是救人的灵性得利，哦，离这个苦，离苦得乐，这是咱度人的一个真正面的一个意义。所以度人哦，就是一个菩萨的行为，因为咱的点无等于咱家己，所以讲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利苦。而且咱来看一个影片哦，较袂做疲劳的吼。咱来看，即个吼是咱日本莫吼亮堂主，伊是度人的方面吼的一个故事，这是真实事例啦吼。屏幕要切分。
总共可以敲到230个门哦，然后至少多有80个门呐、而且大家想一想哦，他已经60多岁了，要跑这样多个门哦，200多个门呢，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啊。而且在日本哦，日本人基本上他们不是很关那些陌生人啊，或者推销员那些啊，所以往往量团主他敲个门的时候呢，还没有进去哦，就已经被骂出来了，甚至被打、被放口啊，或者是叫警察来抓人哦。另外三分之二被骂出来，三分之一就是用不屑的眼神看着保护欢迎他，剩下那一点点人哦，就看他跟老师一样，就给他一个5分钟，让他进来讲一讲，哎，他到底要讲一个道理多好啊。然后剩下的10分之8就掉掉了哦，听完了过后就算了，然后就不当一回事。另外的10分之9呢，另外的最后的9哦，另外一个不要求哦，剩下那么寥寥无几哦，没有几个人愿意听他讲道，然后接受来前求道啊、所以说他有个记录哦，是1500个门，只有1个人求道，所以你讲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呢？原来是我一年都没讲到几个，当然是不到人啊。呵呵修到这节盖下，这本册好烧看，看个 N 次，当我伫度啦，修庄人度甲都要无甲，我会看这一本书哦，哎，加油，哦，油加甜啊，那个继续出现哦。那所以，咱莫管咩谈主，伫民国78年，来咱台湾结日本啊，来咱台湾自由行。那上天哦，莫名其妙，伊嘛无想讲来台湾会救着倒哦。咱头前讲无名其妙，伊一个朋友熟悉咱哦，是道亲有熟悉咱哦，因迄、那个即是咱哦，咱莫讲咱谭主任哦，伊弟妹诶，即个点翻书哦。那当伊熟悉即个朋友，甲伊介绍了，这位经理啊。年岁已经哦，嘛是70好几啊！啊，迄阵莫黄亮谈主60几岁，那这位点完师哦，坚信多人修专人的坚信，真正100%的顺、所以伫这个中间吼，伊接到莫黄亮谈主了，哦，伊就背，因为过去这个点完师是伫日本。在日本读到大学毕业，会晓真记啦吼，哦，足流利，对着日本的文化嘛真清楚，所以伊就陪同咱莫广亮谈书，然后吼伊就甲哦开始甲读，摕到一张观世菩萨的这个卡片，甲讲这个人你捌无？我这张送的吼，莫广亮谈书甲讲，哦，这足庄严的。也老公这最重要。那咱点完师的道理记得，记得到遐，伊过来咱台湾无几工吼，他就要回去日本。当伊要回去的时阵吼，咱这个点完师佫甲伊讲，以后有机会，你等于日本渡人，当你渡人一通电话给我，我绝对会带着先贤东修回日本。那而且哦，人个莫广亮谈主听咧，拢无规范话哦，拢无来成功伊安尼听班哦，但咱求着道了，听即个点仔书哦，啊讲一寡道理互伊听，安尼伊就去日本，哦，真正哦，就发心要去度人。结果伫台湾的即个老点仔书哦，伊念念不忘，迄嘛伊个书念。伊就招了一个较少年的点灯师，吼、哦，迄一个黄经理，伊搁伫高中咧教册，啊，就退休的，吼、哦。那咱这个老点灯师哦，就甲这个黄经理讲，讲吼，黄经理啊，我足想要来日本找这个莫广亮的，吼、哦。咱在遐，咱日本也无分堂，咱来
较开通办的吼。那人这个少较少年这个吼，唔建议吼，嘛足发心嘞，哦，伊就甲老店老师讲好，建议你也要去啊，学校去陪同，或者是咱多点一个哦，那真优秀的文化存在哦，咱的配合度拢足高嘞。所以哦，这个少年建议就陪咱这个老店老师过哦。所以咱尽快拢讲，哎，莫管咩摊主度人的修心。各位，你看有去发现着？那无老店传书，这份的愿力，这份的发心，咱来日本先做哩。今仔日有法度人讲，哎，咱讲天道的奇迹，咱莫管咩摊主伫日本打拼了一片天。咱来知影嘞，伫这过程中，我发感觉很了不起的是这老店传书嘞。所以贵。鼓励，啊！咱这个莫管量摊主真正脚踏实地，爱家爱户，我就像咱大人讲，哎，我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什么先生，我来老大，伊毋是安尼呢？是一间过一间的弄门的。所以拄只饭店，你有看到讲，哦，伊敢安尼大人，我唔敢，无怪咱差遮济。哦，伊是安尼做出来的，一个发挥拢无听的，咱要讲的就是根基好。过来。前辈者对护的，哦，两人是对护的，下一种哦不离不弃的心态。无咱若讲安尼想行，咱会好。你也毋知迄个人有发心未？啊，咱去开这个去日本的经费，哦，咱若安尼去算算的，咱的脚会行袂出来。但是了，老店人士的这个哦心，毋是安尼想的，一百个不算多。一个不算少，哦，所以讲吼，我要甲咱分享的是讲，其实咱伫遮要讲的，哎，莫管咩摊主，伊度人的精神，值得咱家肯定，是咱天道的一个奇迹。安尼，那这个点人师对着护现，哦，伊愿意讲，哎，点下机会，搁过来甲宣传，搁过来甲鼓励。这种真正是菩萨的心肠呢，菩萨的灵魂呢，哦，点拢放伫啥？拢放伫兄弟姊妹身上。这就是咱正统说的好的，啊，咱道林一个做优秀的传统文化，啊，啊，若讲到呢，宣传啦，啥物叫做宣传啦？就是讲要宣传给人名利，给人的发心愿意出来施办的。所以，不管咱去访亲，不管咱要宣传咱的兄弟姊妹，其实咱要宣传人有两个主旨嘛。第一，哦，就是吼激励吼，就是讲哎鼓励伊，可以会当吼爱能力好，好还能够更好，棒还能够更棒。哦，后边方面咱是希望讲，哎，伊会当再继续来锻炼，还是修行。这是咱宣传人的一个主旨。那伫这个过程中啦吼，咱孔子甲咱讲啊，讲一个君子的人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啦吼，伊有啥成人之美，伊会当去帮助人更加圆满，伊会当去帮助人成就，是正面的哦。但是一个君子人，伊绝对袂去成人之恶。就是讲，这个人做唔对啦，我有哪帮助你？这安尼就不对了啦吼。所以讲，一个君子人吼，伊有成人之美；，啊，若小人咧，就是讲品德不好的人，伊力量也无清楚嘛。人讲咧，哎，助灭吼，哎，助奸为业啦吼。所以讲，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咱今仔日。道人心专人，咱是咧学习，咱孔子甲咱讲诶，咱学做一个君子，咱也有心明之理啦吼。那落来呢，心专人伊诶精神，哦，咱也会道理吼，咱看到咱诶前辈者心专诶，即个精神专人诶精神啦吼，真正无输咱诶父母。迄种诶精神拢是啥？下地为人。人讲啊，服务的，无赚钱的，无利益的，
一种哦，百分百的售后服务。真的哦，我今仔来道理学习，我唔是一份道理条，我快走有两年，唔是。我伫民国28年有个，啊，伊是迄时阵呾大家毕业出来到人家上班，啊，哦，互咱的组长吼，啊，带咱去求道。求道了后，咱的组长就结婚啦。那时阵哦，下班都像咱真正个，迄阵都有班课。那我伫花店去店上班，吼，啊，若买鞋就你爱去西装。那当时咱西装的前辈长嘛，迄个时阵吼，伊拢50几岁，啊，互我一二十岁啊，所以做个组长拢会得过啊。但是遐前辈长哦，对着吼，遐一辈人吼，真正是把咱当作组长咧听，甚至哦，搁比照顾组长搁较照顾。愿你希望道场有新秀。希望道场会当传承，真诶呢。所以咱若一班、两班，无去一班吼，迄前辈者吼，拢会来公司吼，甲咱大家迄个手尾啊打外出诶呢。所以伫即个过程中吼，我做到吼，我敢讲诶，足甘心。啊，互我拢去思考诶，我讲哈，对咱遮好，啊，其实毋是对我好尔。就是讲，咱有心伫道场吼，想要学习的，诶，即个好善吼，前辈者对咱吼，真正是100%的贡献，100%的付出。当咱进吼，咧引导咱的好善吼，人讲手抱海里，咱就知影白如是。迄种的心，我拢感觉不亚于咱的亲生父母。所以我拢安尼想。过去若无前辈者吼，对后面的用心，我感觉讲吼，安尼道理久久来听一遍，得分也袂少的，还阁休困吼。咱的爱的佛堂，迄个动力吼，可能不大。但是咱前辈者对咱吼，真正顺顺顺利，迄种的付出吼，咱感受讲，就像咱的家人，咱有一种讲，道场无办，咱嘛想要来献礼的感觉。所以这就是心转，心转到予咱家己吼，会甘心，咱会甘心，咱会感动，接下来我们就去行动。所以心转人吼，不学感受吼，就像咱师尊甲咱讲，你度人了，咱今仔有度人了，紧接在后面的，就是爱甲关心，爱甲鼓励，爱甲心转。重点，唔通讲，等到有班啊，就搁较开。咱的前线同学引导，但是有班哦，你爱出班哦，所以不止道理上来关心，师尊甲咱提点，爱搁伫心了上来关心，真诶哦，所以伫这个过程中啦，就是咱要先转人哦，好多要点，人公事化。有班啊，我较来找道亲；有代志啊，咱较来关心，安尼拢来不及。平素时啊，咱平素时啊，咱着爱累积，爱去做。所以讲伫这个过程中吼，或许拢感受着咱过去的老前辈者伫宣传的方面啊，照顾道亲的方面，我感受无80分嘛，无100分嘛，80分。这是咱真爱学习的，那落来呢？先转，就是咱吼，参求咱菩萨，参求咱佛骨的一种大悲心、大悲心。有缘大慈，有缘大慈，有缘大悲。咱要帮助伊，会当更加完全，更加圆满。所以师尊讲的哦，你度人了，你拢无去遐宣传，那迄个稻苗哪会成长？无可能。咱来求道拜拜，靠靠靠都毋知咧靠啥吼。有个人讲，我去遐一拜一靠，我毋知咧靠啥。我讲啊，你上报无听哩？你第一届足紧张的。哦，啊，迄个哦，你坐遐物仔重量哦，都
你说通常在当初在讲啥？我印象中起码就是你啊，扣扣扣哦。那无阵透过透过后壁前面只后壁，你着解释一下哦，去甲圆融一下。其实兄弟姊妹哦，因有疑问，那我们有疑就要问嘛哦。那我们咱无一个满意的答案，因后壁要来的几率是足高的哦。所以咱师尊讲，凡事啊，你做啥物事了啊，凡事啊。哦，咱都爱用心啊，何况咱今仔一拜圣事，咱更加爱用心。哦，所以咱师尊讲，那呢，咱众生才有圆满成就的机会。哦，所以讲，这点，这个点哦，是咱共同爱拍的。哦，道场是一个团体，不是一个人好就好，是要咱大家拢好。啊，道场咱老的前辈者。哦，老的有一天会凋零嘛，那老生老病死嘛，哈、哦，有一天老的一定爱爱退休啦，吼、哦，是讲身体较无 OK， 但是你后面还有新做起来，安尼咱来道场只当有一个传承，哦，那今难怪有一个走，那个跑步赶快接棒，不接不接就无咱啊，啊无咱呢就无后面啊，啊咱只是一棒接一棒。所以说这是我们共同要努力的一个点，心得心得低，办得大家一起来。那么国家的兴旺几乎有责，今天到道场的兴旺，我们大家白羊弟子，我们有责任。所以先转啦，夜间行就是三个不同。上求有道，下化众生，嘛是产生菩萨的化身。所以讲有道理性，咱来修正，先做众生的礼物。安尼过节前过节，真正拢安尼，为着道母，为着奉献咩起来，真正哦，在在拢是牺牲，在在拢是奉献，在在拢是付出。迄种的精神，我阿袂晓讲。你难以言喻，咱若去做，咱才通清楚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，吼，来，咱来感觉讲，度人心转人的动机。咱要做啥物代志，动机足重要。你的动机若越强烈，你的投入也会越深。所以变啊，人心发这个多就多，吼。变啊，心咧哪有清润，就是咱迄个用心度爱有够。所以咱迄个动机足重要吼。当然，伫咱度人心转人的迄个动机有很多点呐、啊。不过来点，啊，互我伫遮去互我的感受来甲咱做做一个分享。我感受，咱要去度人心转人，咱家己。心理的建设重要，咱要有自信百分百。你要天点得思想，对到咱的信念非常的强烈。所以有家讲，信愿缘觉，你要有完美的境界，但是你的信心要饱满，信心十足，你的。愿力吼，它会当出发的，所以信真重要。咱家己坚定，咱家己相信，都是真的。道伊非常殊胜，那安尼咱要去做度人心转人的，诶，这个工作，你一点你都袂怀疑。所以，好学员，叫咱分享啦吼。天顶道的思想，嘛依我啊，哦，个人吼、哦，我是感受道的思想是啥物所在，伊交咱一般讲真的不同。所以咱想啊吼，爱透过吼，咱要天顶道的思想，爱透过来开智慧来听懂。今日到了后壁一定爱来推广话，因为咱即个是先得后修。道理若无听，咱袂明理。咱的根基无来到，讲一点你就通。
过去的咱师尊点有几个真正一定是开悟。咱过去咱青云山，咱伫个土地公来祈祷，人伊是修足济，天公伫点，伊讲渡人有上千，人伊先修起来烫啊，所以伊来求道，伊呾讲一点即开悟。啊，人咱真诶，咱个功力无够了，所以咱来去透过学，学到了道理听未？咱迷你果，咱相信平等。所以是安那讲，爱求道了，咱人个命运会改变。原因伫底？毋是你求了就改变哦，是咱来透过修哦。道理一听，咱知影讲，哎，人伫咱人生中。宇宙不变的法则就是两字，因果。所以有人讲，你会当拢无相信啥物教，但是做人嘛无相信因果。所以道理听互咱变地因果，咱人会去改哦。听有哦，我们不是听不懂哦。听了咱会去恶从善，迄较歹的代志你做唔到。道理听一阵嘛哦，你家己吼反观，看你较早调整、认真照起来，你会感觉你叫做有自信心哦，真诶哦。所以咱天地道思想，互咱明辨因果，规定为咱因果了，咱爱透过学做修道，修就是改。人盲点想要改变别人，叫做痛苦。先改变家己，改变家己嘛，足痛苦嘞，各位，无有个人足惊改变。但是咱无好真正来改变，由勉强化自然。当咱的思想改变，你的观念改变，然后呢，你的习惯改变，你的个性改变，你的命跟着就改变。真的哦，这都就是的啊。在咱的道场，咱的前辈这丰收的心，下因的遭遇吼，因的因缘的中间吼，足济哦。进入到道场一段时间，因骨力的修，骨力的眼光特别，真正命运拢得到大改变，是变好的哦，不是变坏。所以讲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咱有坚定道思想，哦，然后呢？道理一听，伫道场，咱道理安尼听，人是会，吼，好多慢慢啊，把咱影响，吼，默默的影响咱的思想力量。然后咱做人，咱就去了解人生的真谛，人生的真谛有几？人的生命，咱就知讲，哎呦，真正咱人的生命，咱只有使用权，咱无所有权。今仔要食偌久，毋是你家己定的。我要七十，我要八十，我要九十，毋是咱家己喝的。会当偌久？天晓得。但是有这个生命，咱要甲做有意义的代志，啊是你要委屈乌白做，原因伫上个手中，伫咱家己的手中。所以要做好人、歹人，要做善人、恶人，迄是咱凡人人去做。但是今仔道理进入到道理，我感受道理，咱教育拢是正面，人听咧讲讲正面能量。所以讲吼，因为咱安尼进入到道理，有了解道理了后，面对人生的真谛，咱会去开创幸福光明的人生。大家拢希望家己人生是光明，到后尾希望好啊咧。安怎讲？咱的心地无光明啊，你的人生有可能光明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，在这个过程中吼，唯有来学佛，唯有来修道，咱自己有这个天定，真正咱要度人，咱要宣传人，你唔要经过心理建设，百分百咱有你的自信，都是真的，咱个人的修为嘛也是真的，那落来呢？来到道场，我还感受
道的事情。啊，道的事情是倒个，看会到个。哦，这一块，来短短影片哦，来咱来分享一下吼。咱也有看过，咱有哪来做一个。那画面嘛是无出来呢。哦，哦，我只有边人拢无。所以，记得得了，我想，哎，道理
但是哦，这个意念是我要跟阿公，啊阿公哦，真正嘛多做多好，因为阿公七十二岁，啊，那依然进哦科学，医学较发达哦，应该袂遐早走哦，就是胃啦。那胃落去来了，我会讲扩散啊，搁甲偏起来，安尼一日来走，救护车送来，我甲伊阿公，我来做验证。啊，无当时有讲啊，救得到人的身躯是救咱的啊。我阿公是好人呢，拢伫有时间就是伫庙祠那无，伊有一个哦，趁钱的功夫，就是去讲会龙井。哦，所以你一个人要龙井哦，啊人安尼啊，会去找咱阿公，啊去做导游啥物吼。哦，我拢感觉讲，阮阿公做好心的。哦，啊，那迄老的时啊吼，以前较侪去吃，咱钱较无当。我即帮去东北哈尔滨打工，因遐有新的做些去食。啊，那迄时阵吼，来河海哦，心内想讲，阮阿公好人嘞。阮遐若咧请人的时阵吼，迄去食人来，阮阿公拢叫媳妇，就是阮妈妈，所以有三个后生，拢会三媳妇了吼。所以就叫阿兄小水，哦呀，去食西姑嘞。哦，阿媳妇真的嘞，过年那么好，伊那么。因为拢足久无洗个干嘛吼，啊，身躯拢真怪，哦，可能拢会胖，拢往洗个清清淡淡。来，搁第一份，我拢无食遐大碗嘞，给他们的都是白米饭。我阿阿弟细汉，我就讲，我阿公食好心，咱都食讲伊个好心的人有好报，对。啊。那阿公无听到，病救护车甲送倒来了，我阿弟来做见证。伊较予咱人饲料常态，交动物没有两样。你个也偏医学个册，就是练无运动嘛，练来变来丢，这叫做自然嘞。咱拄食迄个哦，谢红林迄个伊迄个节目哦，新闻哇哇哇有讲，身躯若就变个是违反自然常态嘞。来，互我阿公无叫到倒来。何况为着要应承去我家上课，哦，阿公的身体凉凉，来真正变，阿袂一个进前就真正变，两个伫底，两只手，阿何况就安尼家己接住，因为我阿公自少年就伫有失有失，早晚现家。所以人讲有拜有保庇，伊这两只手，到尾就讲啊，我去甲帮，去甲担啊，这两只手都上伊，哦，看到没？健康无事，嘿。来，阿公一走，我哈，阿公的代志处理了，我去度我阿妈，我阿妈叫阿公等会，阿公七十二岁走，阿妈七十二岁，我哈来度去求道。但是因为咱西藏迄阵西藏的道场吼，阮爱到高雄靠佛塔，所以我就去啊找阮庄内底，嘛是阮的亲戚的屏东单位。啊，因为家人对道无了解，所以阿妈在求道，吼、哦，我甲找所在，但是我袂当甲陪同去，吼、哦，我叫阿妈爱家己去，佮甲交代，望请阮爸。我阿妈做保险，要去对人家讲讲。哦，啊，我爸若无同意，是不是七栋八栋？我阿妈也免去。哦，所以哦，我阿就啊，因咧上班，但是我会迄个礼拜拜六顿，我阿就甲阿妈讲，阿妈你去，啊，等下哦，我甲甲阮母啊讲，你去送遐济，哦，善意多方面，哦，阿妈求道成功。唔知我阿妈根基遮好，因哪去求道？当然了，就甲阮老母讲。明仔载开始，我拢食菜啊！哦，我要清口啊！我讲阿妈唔对，清口哦，人遐有清口班。我阿妈讲吼，无事，我要自清，清清。所以我阿妈根基好，吼、哦，伊交咱过去咱道场，咱的前辈者吼，包括咱的艺术大仙啊，阮的迄个玉德大仙啊，伊拢同款，伊人求道，明仔载就寿星啊，迄无人教。咱食素食有够，咱食到讲，哎，你今仔来求道，但是拢爱食素，安尼哦。我讲过啊，清口咱会当补咧，不可以乱食。但是阿嬷是安尼，根基非常之好。哦，那阿嬷来，
因为伊会晕车，所以迄当时哦，足结棍的上车，咱咧边都无边，下边的人讲边足重的，所以伊来去到东港，屏东东港的东港海口，伊领足严的，无像咱遮两点钟一部分，伊领去新岛去一天，从少你就是领一单两单，八点到五点结束，歹势，无你何必讲千半单？因的前人遐编的规律吼，有规吼，定价比咱遮严足侪，所以我安尼阿妈你变安怎？我阿妈讲，啊，我着上车吼，头仔着当教了。所以阿妈伊着得了，因遐老板足少足少的请假，十年，四年求道，甲转去八十年。因为我阿嬷带陪公，陪公听嘛吼，一世人安尼艰苦。但是迄到尾啊吼，就是着小可有因出花，农历八月十五，吼啊，咱家公尾月饼就伤济，啊，咱平东出热，啊，这个孙阿妹，迄个孙阿妹，啊，啥物话妹吼，啊，有诶，好变会变少，啊，老人佫目睭无好，吼，啊，可怜吼，迄生果嘛毋知，怎么吃？我是安尼想，但是尾啊，我家下人要走，拢嘛一个姻缘啦。啊，无这个要安怎放下落来？放下掉，所以敢若一个未出世。啊，好哈，应当结婚，等于当婚。阿嬷甲我讲，我讲甲阿嬷，你吼若出年了，到月初九吼，阮中年是拜太祖爷嘛，太祖爷生，阮遐请，你着来互阮请。我阿嬷讲袂有啊，我到月初二着要回来啊，我当作要出年，我听无。啊，好哈，着甲伊讲，唔通啊。你着等人迄病院，人医生甲你讲，你会当转来，你才转来。我阿嬷讲无孙啊，你听无？真正透早到月初二，迄个透早五点半，伫病院出做，共款去无遮上班，我阿要做个应征，有求得甲无求得差别伫倒个。所以阿嬷讲，以前讲是伫病院过过，吼，转来了吼，我迄有看排骨，排骨那个天气哇！面上都好看，阿公的拢无错，阿公的看才是少啊，唔明白的。啊，阿嬷是做主上的，比无看无一出门进前都较水。你来九月初二，你会再五点半走，迄阵拢看无日暮的时，因为咱人咧日暮，吼，人翻过这个桥树的，咱就知。迄日暮的时，爱对王先生交咱的家人。愈好诶，迄个时较有选，所以阿嬷迄个时就是比爱九月初三，迄个中昼过，迄个时较当一摸。那迄伊转去了，后续来看，面上都看新妇是柔嫩，家己阿嬷嘛没有什么可怕，哦，甲看，哎呦，非常好看。甲尾一摸，迄来甲咱来甲咱迄。总医生来甲咱处理药事的吼，迄无论外省的，你拢爱甲叫阿婆来嘛吼。来，因为孙足侪，阮咧大内面吼，啊，阮阿伯、阿母、二伯、二母，阮阿妈、阮爸爸、阮大哥，我是大哥尔，因拢伫厅内底咧甲阮阿妈念一滴广告。阮只孙拢伫外口吼。那伫迄个中间吼，向阳啊，听着迄个阿婆讲如何好。没有累啊吼，强强听着阿婆喊一声，哎呦哎呦，他这样怕嘞怕嘞，因为安那软到甲，迄头脚甲连的，手甲连的，他这样无甲下看，吼软到像迄个老话安尼，所以咧处理的迄众女生就讲，哦，安尼才有得到哟，你看，无一定处理迄个有得到哦，但是着知伊这个观念知讲，这软到这个形的吼，就是有得到。所以吼、哦，感动到阮哦，伊个宗族，搁来咱要讲个是讲，我阿阿嬷伫屏东单位，屏东单位因个单位吼，因有一个特殊的很优良的一个文化，只要是因个着亲情靠个，开空气，因个点灯师，迄有专人点灯师会带，规有前年带咱到台做见证，伫阿个入国进前吼。伊就会叫只家属出来，入来吼，伊就会来抓脚、抓手，讲好话，
你也看，这就是得道的属性，面相这么看，哦，啊，脚手拢柔软，哦，伊会甲咱做印证，所以，佛学的达人吼，嘿，安尼拢肯定道的属性。阿嬷走了，过一年，过一年外，佛学中年吼的厝收不得。阮娘家，我姓郑哦，阮娘家33户姓郑。坐游览车，我请一台游览车来咱的厝游览。嗯。拢免讲，原因就是阮阿嬷做一个上好的见证人。嗯。所以我讲，迄个功德拢归向阿嬷。嗯。啊，咱咧讲就是讲，今仔日，毋是我讲，我做发心，我咧度人生端啦。其实那个动机，有很多，有足侪原因累积起来。包括咱佛学伫亲人诶见证中，互我100%诶相信，真正得到伊诶思想，毋是咧骗人。真正咱若好好啊，实心进修，互咱一世修一世修，会当互咱超生了世，脱离轮回。即佛学一定都不怀疑。所以因为无怀疑，我就直接推动。咱的爸母嘛，甲搁较亲靠，哦，啊，咱家的家人，咱的先生，哦，啊，咱的小孩，一定互较亲信，这都不骗人的，哦，所以讲伫这个过程中，吼，渡人成全人，吼，咱的动机，咱一定爱人做前者，吼，个人当然咱是要报答天恩师德，哦，啊，若无进入道场，真正咱戆戆的，咱毋知影讲哈，有啥物天恩师德？爸母对咱的恩宠大啦，吼，咱的想法会是这样，我们没有想到天地，那我想着讲，输会对啦，所以伫这个过程中吼，咱今要去度人，要去成全人，咱要报答天恩师德，因为咱知影有恩，咱感恩了，我们紧接着就是要报恩，所以。佛学有查咱身份的这个姓氏哦，有一段讲了足好。伫天龙寺的遮，吼，啊，即时间的关系，咱无特别解说啦，吼。咱家念过就好。身份甲咱讲，天恩救证人会生，师德助我，助我人，助我人了大愿。天恩赦我万世罪，师德助我消罪业。天恩赐我超祖先，师德助我。所以要报答伊的恩，哦，上好的方法，师尊甲咱讲，就是去济世救人。咱要报答师的恩呐，上好的方法就是去培育咱的下一代。培育下一代是培育恁老的尔吼，就是咱道场的奉献。比咱较慢进，也甲咱道场学习的，其实迄拢是咱下一代。咱即棒走走的，就是爱交棒互因啊。所以咱道场真好个文化，咱来去尊前提后，啊无咱会断层哦。好，过来吼。啊，这里有电麦。好。过来讲个，咱是为着要建功立业，消冤解业。真的哦，度人的功德非常之多，所以你若看你伫咱道场，咱拢捌听讲师前面才咧解说，度人有三分的功德，上天补咱七分，拢无甲咱讲，你做讲师有几分的功德，你若服务有几分的功德，你伫督办有几分，都没明说。但是度人者甲咱讲遐足清楚，咱若听三宝解说三宝讲师。伊拢会甲咱讲，度人的功德有十分，咱度一个人来修道有十分，所以咱道场有真个正，有一寡虔诚同修，若拄着业来咧讨的时阵，咱的真个拢直接由我来帮人去普度人，用功德来回向，所以来到咱这个世间吼，人讲无业不转人。无怨不成因果，所以人讲咱只是一个业的世界，吼，行到对方就较好吼。
所以咱的关键当时要来上课，我们不知道。啊，咱平常时啊，来准备好吼，多员工、多力量来做咱公关业业务应征的时阵，哦，咱师尊要把咱排单上好一个筹码，哦，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而且咱后续来做一个结论。因为这个地，我话伫别个所在爱讲两点钟，哦，所以这个后面以后有时间啦吼，咱先来讲着结论。结论遐有一首歌吼，啊，这个就是咱哦，咱常爸爸常叔阿的那个东北哈尔滨，我话最近大家伫遐转来吼，第一堂课要建立去哈尔滨六天。去苏海明刀吼做临时活动，好，这嘛是咱一个前线吼，好时间，好或许做对咱迄个节目咧，咱来听一首道歌啦，啊做一个结束。当然，心动，搁讲偌好，咱心哪动，咱就是该马上行动吼。所以有句话讲叫做是，千万个理念不如一个时间。讲较济，你把滴滴去做，好，好啊！咱来请，也是变一首这个道歌，嘛是不错啊。传承永续。
没有什么花样，就是修好咱家己，修好自己，管理自己。再落来，咱就是爱做亲民的工作，哦，咱爱去度人、宣传人、关心咱的兄弟姊妹，哦，这是一个大重点。好，啊，咱后续今仔日就给咱主报告到这。当然，内容嘛有真侪不足，啊，咱不足的所在，咱盼望咱上天下垂，咱各位青年大家会当把好啊，多多包容甲体谅。啊，真正有传人这句话讲的，千万个理念不如一个实践，啊，实践上代表的。好，啊，咱后续就讲到这吼，啊，咱最后恳请咱诸位青年大家，在咱多人新专人的这个这个行列当中吼，咱大家是一个团体，所以咱只会当啊，以小体取大体，啊，咱配合的精神绝对绝对要好，哦，把咱以前咱头前过只乌咱的精神，哦，真正咱来衔接了，咱拄只讲传承，哦，咱来甲接受了，第二个把咱好的优秀的这个文化，都传放给我们的下一代，哦，好不好？好了哈，共同努力，感恩大家。大众请起。感谢这两次慈悲，请到一鞠躬，躬到一鞠躬，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。都能够看你要自己共同来度度更多的众生，然后成全更多的众生。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那个